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 其實本身我自己做媒體工作都有十年的時間，其實近年也都隨著就係成個世界的步伐，有很多傳統媒體變到很多新網絡的媒體，變咗其實而家經常在 The Rift 呢度都會做很多跟網絡媒體有關的工作，無論是創作一些不同的網絡短片，亦或可能之後到後期要剪接的工作，都會在呢度去不斷每日的努力。其實揀喺 The Rave 呢度去發展自己的工作事業啦，好重要一點，一來呢度嘅環境係好方便大家嚟啦，又好近地鐵站啦，附近係一個觀塘市中心嘅地方啦，亦都係一個好舒適嘅環境。因為尤其大家做創作方面嘅工作咧，經常要有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去俾自己刺激靈感啊，靈感唔係話有就有噶嘛。咁所以其實呢度有一個好舒適嘅地方，亦都係叫24小時開放啦。咁你可以就翻自己工作時間喺翻呢度，由你無論去醖釀你嘅小宇宙、你嘅靈感，以至到去實踐做每一個唔同嘅 task， 都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嚟嘅。想創你個心，對 Rave 係你嘅指路明燈。